Good morning, everyone. 前几天我们对于小朋友到底该怎样正确护肤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研究，今天就是考验大家学习成果的时候了。先来两道热身题：一，小朋友们到底要不要用面霜呢？要。二，那可不可以用大人的面霜呢？不可以。非常好，因为婴幼儿的皮肤厚度只有大人的十分之一，换季的时候皮肤更容易出现干痒红的症状，所以更需要面霜来修复皮肤屏障。另外，因为大人的面霜中很可能含有香精、酒精等容易刺激小朋友皮肤的成分，所以宝宝们一定要用宝宝的专用面霜哦。接着我们就要进入正题了。宝宝面霜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基础的作用是什么？给皮肤喝水。更专业一点的表达是保湿。哦，不是。你经常吃着的宝宝还可以涂面霜吗？可以，不仅要涂还要厚涂。那是轻薄的面霜好还是厚一点的面霜好呢？吸收快的最好。补充的非常好，恭喜两位全部通过了护肤课题的期末考试，可以进入下一个课题了。哎，那下一个课题是什么呢？要不你们说了算吧。